划出一个小线给它叫起来，把这个拉丝留一点，然后用手握住网头，这一把抓松了，不要客气，抓松的啊，抓松就这样，然后起起来的这嘴一点，下面的嘴，然后风它一定要放平啊，用手去把它，然后一语到底，撒的时候怎么撒，撒的时候。